功德。红团队所要功德的题目是画母的影响力，画母的影响力。今天晚上大家平安，很欢喜咱大家当三家聚在一家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画母的英雄啦，画母的英雄啦。也未分享之前，我要甲大家问一个问题，我要甲大家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敢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当你一日去厝的，还是你一日去公司，甚至是你一日去学校，然后你拢甲未母亲说是甚物状况？台人就一直甲你骂，一直甲你骂，你厝内人嘛有可能一直甲你指责。我唔知啦，有人有安尼的经验无？那有你就点头。有吼，有人有这种经验。如果你若有这种经验，然后你的心内你感觉真艰苦的，愿主亲自怜悯安慰咱，愿主亲自怜悯安慰咱。搁有，咱时常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会听到一句话，咱会听到一句话。迄句话是啥物话？就是事实，就是安尼。舒适就是安尼，通常舒适就是安尼。后面会佫加一句话是甚物？你莫去讲，我拢已经知影。后来这个舒适就是安尼，就会予一个人的耳卡脱掉的，因为伊已经感觉伊听到舒适啦，所以就无愿意去听人讲话。伊想讲你拢免解释，你嘛莫佫讲，因为我已经会知影。结果安尼会造成甚物状况？一个人真想要讲，啊，毋过迄个人无愿意听伊讲。后来会发生啥物代志？饮酒的冤家，饮酒的冤家，因的关系就会渐渐啊拍歹。冤家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冤家会产生一个问题。通常咱冤家有两种方法，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冷法，冷法；第二种方法就是热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热法。啥物是冷法？什么是冷法？华语叫做冷战，台语叫做什么？吞论。华语叫做冷战，台语叫做吞论。就是咱真生气，总是咱一定爱忍掉的，咱袂当讲出来，也袂当做，也袂当生气，咱爱吞论落去。总是安尼造成什么结果？就变作冰冻三尺，就变作冰冻三尺。你看两个人中间就敢若有一条冰河，把两个人隔开。两个人拢无去对话，总是有人感觉安尼无好，有人感觉安尼对身体无好，会着内伤，所以就主张讲袂使的，生气一定爱讲出来。后来就叫烈火，烈火是啥物？就是火冒三丈，就是火冒三丈，就是一定爱把伊生气的话讲出来，安尼伊才袂感觉对伊的身体无好。总是咱知影这两种方式。拢无好，这两种方式拢无好。烈法阁比冷较厉害，因为冷是三尺，啊，毋过热已经是冷是三尺，啊，毋过热已经是三丈。这两种方法拢无好，这两种方法拢无好。人甲人之间都袂有够有去对话的机会，人甲人之间都袂有对话的机会。后来你就会发现，两个人。中央就敢若有一个围墙，豆豆起开，豆豆起开，然后安那愈起愈悬，愈起愈悬，拢看袂到对方，所以因无可能在讲话，因无可能在讲话。今仔日一个人要活了健康，一定爱有好的身体，一定爱有好的身体，就是你爱食了真好，你嘛爱去运动。总是咱知影，第二部分就是你要稳定的情绪，另外上好是。你阁有真好个人际关系，你阁有真好个人际关系。咱知一个好个人际关系会予咱个身体健康，也会增加人甲人之间迄个和谐，增加人甲人迄个之间个和谐。所以一个好个对话是对双方面拢会当得到帮助个。一个好个对话是会当予双方面个人拢得到帮助，拢得到帮助。今仔日咱所读个那个书，虽然伊敢若有五章。伊无真侪章，总是雅各书伫新约内面会当正做一个真诶。有人讲伊是新约内面个真诶，因为伊内面假是咱真侪智慧个教导，也假是真侪互咱有理得着。今仔日咱所读个这段经文，伊讲听着紧，讲着慢，受气，
也着万，听着顶，讲着万，受气也着万。这都是提醒咱，当咱每一届咧做代志，咱拢爱冷静的判断，咱来去看，亲自看事实到底是啥物，咱来亲自去看，咱袂当直接反应，咱爱去思考，咱袂当意气用事，咱来去思考。第一个，听着顶，听着顶，通常人较无法度了解啥物叫做听着顶。总是我想，你若有考试，还是你的孙仔有考试，你若捌听伊过，伊讲过，伊去听听力测验，哪里你会清楚知影，啥物叫做听着顶？咱知当你咧考听力测验的时阵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拢爱真认真听，然后你爱甲答案写落来。你若无认真听，你就写袂出答案，哪呢？你就会考鸭蛋，你就会考零分，所以你要真认真听，你要去抓牢迄个每一分每一秒，因为声音一讲出来，停气就消失了。声音一讲出来，停气就消失了。所以你要去抓牢迄个每一分每一秒。咱知听甲看无共款，看你会当一直看，你会当重复个看，总是你若要听。你一定爱认真听，你才听有人在讲什么，你也会当才听有老师在跟你考试，在考什么。有一个故事，会当成做咱的经验。有一个故事会当成做咱的经验。时常咱在听别人讲话，咱拢还袂听了，有时啊，咱就已经生气啊。啊是，咱拢还袂听了，咱就直接想讲啊，伊就是要跟我讲安尼，到尾就无搁听伊听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人开车。有一个人开车，当伊看到红灯的时阵，伊就挡落来，伊就挡落来。总是当伊挡红灯的时阵，伊听到后面的车甲伊叭叭叭，过一下佫听到叭叭叭，伊就看觅，红灯佮有车，嘛无甚物代志。后来佫听到叭叭叭，伊就生气啊，伊就落去甲迄个人讲窗仔门，伊就甲伊讲，你若一直甲我叭，你是安怎一直甲我叭？你讲。总是迄个人想要讲，伊完全无予伊解释的机会。伊就讲：“你敢无看到红灯？红灯是要安怎行？无我若去予警察去上，你敢要帮我拿钱？”后来伊就一直解，一直解了。最后，予伊妈迄个人就开车门落来，伊就行去伊的后道，伊就行去伊的后道。然后伊就逼着一张纸，伊就逼着伊后道打一张纸。迄、那个抓大公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车很酷，请按八。就是讲，你若感觉我的车真趴，你就甲我起喇叭。这真正是一个误会，迄、那个人完全无予伊解释的机会，伊嘛无愿意听，伊嘛无愿意听。所以我告诉，直接提醒咱，听着紧，伫咱发脾气之前，你爱先去听对方的解释，咱袂当伤紧就做结论。你要去听对方的解说，因为真侪事实拢毋是你表面你所看到的，真侪事实拢毋是你表面所看到的。我相信，当咱若用这个原则，对咱的家庭、对咱的公司、对咱的囡仔，拢有真大的帮助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这对咱的人际关系嘛有真大的帮助，甚至伫咱的家庭内面嘛会有真大的帮助，嘛有真大的帮助。那我师弟才提醒讲，听着紧。就是甲咱讲，咱爱珍惜每一届听的机会，咱爱珍惜每一届听的机会。今仔日如果你的翁婿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囝儿对学校、对公司转来，然后伊一直甲你想要甲你讲话，总是迄阵你足无用的，你会安怎处理？迄阵你足无用的，你会安怎处理？你会讲，等下我代志做了，你才去讲。你会讲等我一下，我代志做了，你才去跟我讲。这个等一下是咱时常伫咱的家庭内面听到的一句话。等一下是咱时常伫家庭内面听到的一句话。总是当你的囝儿、你的翁婿、你的太太每一届想要跟你讲话的时阵，你拢甲伊讲等一下。安尼时间一久，伊就感觉莫甲你讲好啊，因为你足无闲的，你嘛无愿意听伊讲。所以咱要知你要把握每一届甲你厝内的人做伙的机会，你爱互伊知影讲。你真重视伊，你也愿意听伊讲话，你也愿意听伊讲话。第二十一世代，即个科技环境，还佫规个世代一直快速的变迁，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咱也受到接触的事物的影响。咱所认识的世界一直咧改变。以前的人讲，
30年做一台，以前的人讲30年做一台，总是即马15年就已经要做一台啊，即马15年就做一台。有真侪爸爸妈妈拢反映过，伊甲伊的囝儿的代沟真大，真明显，伊无法度甲伊的囝儿沟通，是因为安怎？咱敢有想过？是因为咱听伊讲的时阵，伊还袂讲了，咱就已经安怎？咱已经生气啊！想讲你是安怎，咱会安尼想？还是讲你根本无时间去听伊讲话？你根本无时间去听伊讲话？有一篇文章提到讲，一个家庭，因的对话、因的沟通的分数啊，70分以上，那安尼就会当成做你家己快乐的原因的一点。一个家庭，伊的对话若是70分以上，就会当成做你家己快乐的原因的一点。所以咱知家庭，你若愈对话，你会愈快乐。反正你的家庭若拢无对话，你嘛无愿意听，那安尼，你的家庭厝内的人之间迄个关系会哪来哪持久？一个健康的家庭，就是愿意听人讲；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，就是愿意听人讲。因为当咱听伊讲，咱就会哪来哪了解伊，咱就会哪来哪了解伊。第二个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讲着吧，讲着吧。有一个沟通的专家讲，咱每一个人一天所讲的话，会当写一张 A4 的纸，满满写几张，写20张，会当写20张。那安尼一个月，你会当写2本册，300页2本册，一年。你会当写24本，50年，你会当写1200本，1200本。那古书第3章第5节讲，安尼只是细细的体，要不讲大的话。你看，小块的火烧树木偌济，我唔知咱有发现无？在咱的生活里面，通常上容易造成冲突的原因是啥物？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一句话。有可能伊无说你讲出一句话，是伊无注意到，然后你就生气；，啊是伊讲话的方式，伊的习惯就是安尼，然后你就生气。咱在时常讲话会造成误会，咱在时常你若常常讲话，讲唔对话就会造成误会。今仔日所有好的、歹的，拢伫咱的语录内面，拢伫咱的语文内面。中文有一句话讲：水可以载舟。也可以覆舟，所以可以再舟，也可以覆舟。所以咱去思考，咱所讲的话有带来祝福，咱所讲的话有带来祝福。上帝创造真奇妙，上帝创造真奇妙，伊予咱一个人有两个耳孔，总是咱干那一个嘴，咱有两个耳孔有一个嘴，咱的耳孔敢会当关起来卖听？袂使，总是咱的嘴会当合起来卖讲话，咱的嘴会当合起来卖讲话。那故事直接提醒咱。讲着话，是当你要讲一句话的时阵，你爱让上帝的真理进入着你的心。当你要讲一句话，你爱去寻求上帝真理的话语，然后将这句话讲出来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你爱将这句话成做别人的祝福，用上帝真理的话去帮助人。当咱在讲话的时阵，咱的耳孔就无法度听。当咱在讲话的时阵，咱耳孔若真的有法度听。嘛，干那有法度听一半，无法度听100%。所以，当咱在讲话的时阵，你爱思考你要讲什么话，敢有法度讲做别人的祝福，敢有法度讲做别人的祝福。有一本册安尼讲，你爱让你的耳孔徛伫比你的嘴搁较悬的所在，你爱让你的耳孔徛伫你的比你的嘴搁较悬的所在。咱再去思考咱今仔日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有讲做别人的祝福，有讲做别人的祝福。按照创世纪的记载。上帝创这个世界的时阵，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用讲话，伊用讲话，所以咱知话语是带有真大的力量。伊讲爱有光就有光，爱有光就有光。上帝也照伊的形象创造咱，予咱有讲话的文字。这个礼物是伊所修饰予咱的，总是伊修饰予咱这个礼物是啥物？是要予咱去祝福，去管理治理这个世界。予世界的万物拢变了更加好，所以咱的话语是爱带来祝福，毋是爱带来毁灭。
我相信咱拢想要得到祝福，无想要得到歹的、无好的话语。所以今仔日咱来提醒咱家己，咱的话语爱成做祝福的话语。有一本册名叫做《水知道答案》，水知道答案。这本册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博士，伊是研究水的博士，伊是研究水的博士。这个研究水的博士，伊研究水管呢，所以伊有法度把水吸上。伊发明一个技术，就是把水吸上。后来伊把水吸上了后，伊就做一个实验。伊用两杯水，第一杯水叫大家拢把这杯水嘛，然后对伊讲歹话。第二杯水同款找一批人，然后对这杯水讲感谢的话，讲娱乐的话，甲伊讲我听你，我爱你。十分钟了后，伊摕这两杯水去翕相，咱看到这图片，伫迄个高高迄个就是人甲迄个水嘛翕相出来的结果，就是咱看到水的结晶，另外一个部分，迄、那个水的结晶，当你甲娱乐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水就敢若落雪，是足水足水，是带来足好。所以咱知今仔日咱的话语是爱带来祝福，咱来带来祝福。真言讲，讲合宜的话，亲像金的苹果下伫金的拿。所以咱的话语是爱带来祝福，咱的话语是爱带来祝福。第三，雅各书讲啥物？受气也着办，受气也着办。咱在座。到有毋捌生气的，除你出生到即马，到有毋捌生气的，咱来请你站起来，咱来甲你拍拍吧。咱知咱每一个人拢会生气，因为生气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生气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囡仔自出世，伊就开始学会晓生气。我的囝敢若一岁，总是伊嘛会晓生气，伊会当表达出伊的情绪，伊会甲我讲伊咧生气，伊咧生气。生气是咱时常会做的代志。总是雅各书直接提醒咱，受气也着办，受气也着办。有一个幼稚园的老师，伊教幼幼班，伊教幼幼班，伊的班级的人数，因班的人数有35个，所以每一天拢爱甲这囡仔穿鞋啊，因为遐囡仔都无法度家己穿鞋啊，伊就爱对第一个开始穿，穿到35个，伊逐天拢安尼做，有一天。当伊穿到第35个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囡仔甲伊讲：“老师，这双鞋子不是我的。”迄、那个囡仔甲伊讲：“老师，这双鞋也不是我的。”这个老师马上我生气，站去讲台顶甲伊讲：“是安怎拄只甲你穿鞋也穿唔着？恁哪会拢无人甲我讲？当我穿到第35个的时阵，恁看即摆要安怎？恁甲鞋仔拢脱开，重穿一届。”后来这个老师足生气的，总是这个学生看到伊的老师才生气，然后紧举手甲伊的老师讲。老师，这双鞋也不是我的，啊，不过是阮姐姐今仔日借我穿的。所以咱这个老师生气伤紧啊，造成一个真大的误会。啊，这个老师因为生气，就搁为第一个开始穿，第一个开始穿，穿到35个。咱知生气也着办，因为生气会影响咱的人际关系，生气嘛会造成真侪社会事件。有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，伊着。去用两支龟，是安那伊会去用两支龟？因为有一天伊下班的时阵，当伊等去到因家，伊伫因家的楼卡的餐厅，甲人起冲突。后来就去因家楼顶客家市场，要倒来甲遮的人理论。总是当伊客家市场的时阵，伊无说伊，甲伊用到爆炸，用到爆炸。结果当场消失十几个人。当伊要去用龟的时阵，伊讲，每一个人拢袂当凊彩想。因为生气了的结果就是后悔，生气了的结果就是后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雅各书提醒咱，生气也着办。第二十节伊讲啥？人的生气无正做上帝的义，人的生气无正做上帝的义。最近我有读到一本册，迄本册安怎讲？伊讲你无一定爱生气，你无一定爱生气。伊讲的是安那伊安尼讲，伊讲当你咧生气的时阵，你首先，你爱去看到你家己咧生气，你爱诚实去面对你家己，甲你家己讲，我知我即马咧生气，然后你爱安怎做？你爱面对你家己生气的情绪，你爱面对你生气的情绪。第二部分，你爱安怎做？就是你爱去分辨，
分辨你是安那受气的理由。今仔日你受气的理由，是为着你家己，还是为着上帝？是为着你家己，还是为着上帝？然后我安尼受气，敢有合理？我安尼受气，敢有合理？我安尼受气，敢会当造就人？这件代志，我敢一定爱受气，一定爱受气，才会当解决这件代志嘛？一定爱受气，才会当解决这件代志嘛？当你在受气的时阵，你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。然后你想讲，我一定爱受气吗？是因为我腹肚枵啊，还是因为我做工课做甲伤忝？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。第三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你要安静你自己，你最好跟上帝做一个祈祷。我们知道撒母耳的妈妈哈娜当她未生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看不起她，她自己很生气，所以她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她祈祷，她跟上帝吐出心意，她跟上帝吐出心意，当她祈祷之后，伊就无搁艰苦啊，伊就充满喜乐。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，你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爱把你的心所有受气的代志拢甲上帝讲，你爱把你心内的心情甲上帝讲，然后你会得到答案。你会知影讲你是要用你的方法，还是要用上帝的方法？你会知你是要用你的角度，还是要用上帝的角度？为什么？因为这真重要，因为这真重要。今仔日，假使你有一包盐，今仔日你有一包盐，你嘛有一杯水，然后你若把这包盐倒落去迄杯水内面，拉拉的，迄杯水怎会当啉？迄杯水袂当啉，因为迄杯水会变甲真咸、真苦。迄杯水会变甲真咸、真苦。同款，你若用另外一个方式，这是你家己的方式。你若用另外一个方式，你把这包盐倒落去另外潭内面，那呢？另外潭的水敢会当啉？会当啉。今仔日你若甲上帝连接的时阵，你着亲像甲生气，放落去上帝迄个大的腹肚内面，你着无遮尼生气。当咱要生气的时阵，你会当选择，你是要甲这包盐倒落去迄杯水内面，然后你家己解啉掉，还是你要将这包盐倒落去另外潭内面，然后让遐个水搁会当啉？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要生气的时阵，你爱来甲上帝面头前，将你的生气的代志拢来甲上帝讲，然后你爱提醒你家己，生气也得办，生气也得办。后来你会发现，有可能这件代志根本就无你所想的这么重要，也是你根本就无需要生气，甚至你会开始愿意甲对方对话，你会愿意开始甲对方对话。最后，我用一个故事来讲，做咱今仔日的结束。有一个先生，当伊伫办公室上班的时阵，伊接到因太太的电话。因太太，伊一接开，因太太就真生气。因太太就甲伊讲：“你讲，你是毋是伫外口交别个女朋友？”迄个先生听着喘一下，伊讲：“我无啊，我无。”到尾因太太就甲伊讲：“你莫阁假啊，拄则囡仔敲你的手机啊，讲是一个少年的阿姨接的。”后来迄个先生就讲：无咧，我拄则无开机，哪有可能是一个少年的阿姨接的？后来，因太太佫甲伊妈讲：“你佫讲袂差，囡仔遮尔细汉，你敢有可能会讲袂差？”到尾，这个先生当伊在暗顿的时阵，这个住有嫌疑的先生，伊就转去佮因家，因太太佫一直甲伊念，一直甲伊念。后来，迄个时阵，伊的囡仔佫咧耍手机，囡仔就佫喊一声讲：“妈妈！”爸爸的电话可是迄个少年的阿姨接的哦，到尾伊妈妈就冲去接电话呀。开始阵，伊听着讲：“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”所以咱知，有时阵真侪误会是因为咱无去听，咱也无去听好清楚，咱也无愿意听吧。今仔日教国师提醒咱，听着紧，讲着慢，受气听着慢。这段经文虽然无长，总是会当带予咱真侪帮助，总是会当带予咱真侪帮助。愿咱伫今仔日拢会当领受上帝话，然后诚侪咱的帮助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赏赐我有美丽的世界，佮予我有亲人朋友，予我之间有互动的关系，予我无诚侪孤单的人。主，我也感谢你，借着今仔日的经文提醒我，予我知。
我的嘴所讲的话是带有真大的力量，所以我就时常警醒提醒我自己，无讲话伤害别人，也无讲伤害人的话语，反转给我所讲的话，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也成做别人的帮衬。主，我来求你帮衬我，给你的话语成做我的帮衬，让我时常愿意听别人的分享，也保持有喜乐的心，无轻彩生气，让我的性命发出主的光，主的宽恕。我再一摆，向主你献上感谢，也愿主你祝福我今仔日所领受的一切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Amen.